不想进别进，可以在外面等着。我只是发起牢骚，你们等等我呀。这几人真是天堂有路不走，地狱无门自闯。前面可是进入天山监狱的核心，剑气弥漫，他们就算不死也要脱层皮，战力大损。而我们事先有准备，带来了剑元丹，可以抵消此地的剑气。好，进去后探索天山监狱，顺便灭了这几人。小心，这里的剑气很强。此地的剑气如此凶猛，到底是如何形成的？毕竟剑修就算没有完全消失，也已经没落几万年了。没人知道，探索天山监狱的任务一直都在，至少挂了上千年了。就是因为此地太过凶险，所以无人探查清楚。如今三大家族也来探索，可以肯定，这地方不同寻常，一定隐藏了什么。在这里。他们怎么这么快就追上来了？走，继续深入。这里竟然布满了剑气。我开启的乃是仙剑丹田，本身可以孕育剑气，但剑气很少，完全不能和这里相提并论。此地如此浩瀚雄浑的剑气，到底从哪里来的？不过因为剑修的原因，此地的剑气对我并不排斥，隐隐还有一种亲近感。不行了，我扛不住了。休息会儿吧，此地剑气极强，不是一般人可以抗衡的。三大家族的人应该不会那么快追来。怎么不跑了？怎么可能？他们这么快就追来？这里的剑气似乎对他们没有影响。是不是很奇怪？告诉你们也无妨，我们服用了剑气丹，这里的剑气对我们伤害不大。剑气丹，这是圣界才有的东西，看来他们早有准备。不说废话了，灭了他们。你们俩退，我挡住他们。退无可退，一起拼了吧。早知道我就不来趟这趟浑水了，追个女人把命追丢了，我也是个人才啊。上。娇娇，我都快死了，让我叫一次吧。等我死了，奈何桥上能不能让我和你一起投个胎啊？闪一边去，别说丧气话，我们还有李安。哎，李安靠不住呀，那家伙恐怕比我们先一步去奈何桥了。都得挖，我来了结他们。恶魔，我的好大儿！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你来得及时。这家伙还真来了。我就知道你会来。哎，娇娇看着李安的眼神都不一样了，看来我彻底没希望了。你敢灭我儿子，我要扒了你的皮点天灯！别叨叨，过来啊！血杀本家主！我要宰了你这个小崽子！这小子实力增强了不少啊！既然如此，本家主就要动用全力了。竟然和本家主势均力敌，这小子实力增长竟然这么快！本家主，我来助你。撤。李安，怎么了？他们已经坚持不住了。